哇！Quand j'étais petite, je me faisais des fleurs. 有人要三杯里面就有。Hello， 我刚刚下班，刚才还在跟我男朋友讨论晚餐要去吃什么，想来想去都想不到，最后我们突然间想到，哎，不如我们两个人在家里吃火锅。去了一趟超市，买了两人份的火锅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变态一下。我们今天要煮的火锅，这是我男朋友的羊肉片，这是我的 chicken thai， 拿来腌制了一下，放了一些薯粉跟酱油，还有放了一点点那个花雕酒。然后呢，这就是我们的新发明油条，发觉到油条放火锅很好吃。这里就是有一些鱼豆腐，对，鱼豆腐可能有一些鱼圆，再来就有一些白萝卜跟豆腐，还有一些白蘑菇、大白菜 cabbage， 还有一个响铃卷。大白菜跟番茄熬出来的汤超甜的，不用放任何味精，只要放一点点的盐就可以了。OK， 把你知道我们今晚上吃什么吗？我们吃火锅。你没得吃，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火锅。这里我们自己买材料，加买我们这一周的 grocery 啦，大概是70块。如果我们两个人去外面吃一个火锅，25块是30块一个人头，两个人就要差不多50块到60块了，是加买我们这一周的三餐哦，所以是超划算的。火锅当然是要配啤酒啦，没关系，今天我陪你喝。我只有一瓶吗？你要陪我喝？嗯，yum yum。火锅呢，你们会喜欢在家里做还是喜欢出去外面吃？我自己本身呢是会比较喜欢在家里做，因为我不喜欢在外面的汤底，外面的汤底太咸了。我又不吃牛肉片，我又不吃羊肉片，我也不吃猪肉片，所以对我来讲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到我。我会比较喜欢在家里做火锅，汤底我可以自己调啦，健康啦，吃什么料我可以自己买。杨行，今晚上我陪你喝，放心，我不用驾车，你也不用驾车，拿到一箱来。尽情的喝酒 ，OK？ いただきます。好了吗？还没有。啊，怎么还没有的？你没有开大火是吗？惊人！我怕那个汤底滚到太快，所以我不敢开大火。干杯呀！干一杯，干一杯，干一杯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这个东西呢，是我上次回马来西亚的时候哈，在那个 $2 shop 买的。这里我好像没有看到，可能有卖啦，可是我没有注意到。那时候刚我回马来西亚的时候，我就看到，哇、哦，这个很阿摩哎，我这样喜欢 steam 不吃，所以一定一定一定要买。这个是我们近期的最爱响铃卷。以前我们在马来西亚 steam 不的时候，好像没有看过这个东西了。我是来我这边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到有这个东西。嗯，真的很好吃，超好吃的。哇，好劲啊！我嗯，也好吃。你们下次可以试试看油炸鬼放那个 steamboat。能不能将我前同学生知道吗？你们，我男朋友又在厕所鬼叫了。每次一洗澡的时候，他就当他自己是明星，在厕所开演唱会，受不了。明天要出席朋友的婚礼，所以趁现在先敷个面膜。没错，又是面粉。我也来做个面膜。这是懒人包面膜。你看我们做面膜的分别，他是用那什么 Laneige， 对，他是用 Laneige。Laneige 啊 whatever 啦。
敷了面膜，洗好澡，差不多就要睡觉了，因为明天要很早出门。明天有一个重大的责任，就是我需要帮他的妈咪，还有他的妹妹，还有他的未来家婆化妆。他的 ceremony 是3点，但是我必须10点半就要到场，要帮三大女配角化妆，还有弄头发。所以明天会是一个很忙的一天。Morning， 今天是星期日，现在要出发去朋友的婚礼。有人要走？等一下，哎呦，这笑哦！你现在你今天要过年了，看金发红毛的。哎，你看你抱你出去上班去好唔好啊？下个月到你家好唔好啊？走向他可以托付一生的新娘，终于握住了彼此的手。谢谢你们啊，来参加我们成长，共同磨合，我一定会好好的守护他，爱着他，走完一生。我愿意。现在就是已经结束了 ceremony， 然后呢，我们就会有一个小小的 cocktail。弄完 cocktail 过后呢，底呢就开始了。这就是我们新西兰的婚礼。今天天气超好，超好，超好。动我。Yeah. Oh, sausage roll.Can I have another one? Yeah, sure. Can I have more? Hello. 镜头一转，我们来吃冰淇淋啦！因为刚刚完成了 ceremony 过后呢，中间有一点 tea time 的时间，其中一个人就讲要想要吃冰淇淋，就驾车出来，距离不到5分钟的有一间很出名的叫做朱熹的冰淇淋，就是讲。就是有拿奖的一个冰淇淋，我跟我男朋友之前有来吃过了，的确是很好吃。它是用 real fruit 的冰淇淋，哪有人像我们这样点的参加婚礼，参到一半出来吃 ice cream？ 哈哈哈哈哈！哇，我呀 ！Thank you。如果婚礼还有几点？吃冰淇淋最新的招式。不要这样子，你敢不敢？那种他是不可以站着吃 ice cream 的，他站着吃的话，他就会吃到全身都是，所以他必须要这样子吃。冬天除了要吃火锅之外，还要吃冰淇淋。好了，我哋要走了，5点了，差不多5点了，我们要回去婚礼现场。呢个叫咩啊？咩组合啊？你系 Vanessa 嘛？我嚟啲。Thank you。快收嚟嘅。好好嘛。很有水味哦，这是一个有水味的，很有味。哇！跟住会诶，我可以打奶。你未饮开始醉啦，你睇唔到镜头喺边度？傻咗啊！他竟然在这边烤面包。有人要加车，所以他不开。跟住呢个就主持。你攞水。2、3，
昨天晚上出席朋友的婚礼了，好累好累好累哦，我就是一百万个不愿意起床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今天答应了自己，今天要做 kimchi， 拖了好久，很多个星期了。无论如何，今天一定要把 kimchi 给做好。那先要把这个大白菜给处理了，用那个盐来腌，给它出水。我们就需要用到大量的盐，要用你的双手，弄着手。我很讨厌在冬天做东西就是这样，因为我手好冷。怎么我会推这么多垃圾桶出去呢？一个星期我忘记倒自己的垃圾桶出去嘛，我就发现到我的邻居他会把我的垃圾桶推出去，而且呢也会把我的垃圾桶推回来。我跟我男朋友就很不好意思，而且不止一次哦，我忘记推垃圾桶很多次了，因为有两个星期他们帮我们推嘛，所以我们就已经忘记了哦要推垃圾这个责任，你知道吗？后来我才发现到他们这边的 culture 就是我们没有指定分一个 duty 说这个星期是谁推，谁得空就谁推，因为我们是星期一丢垃圾的嘛，所以我跟我男朋友都会尽量在星期日晚上就会快快的把垃圾推出去，不要麻烦到人家。然后我们推出去当然也不会说只推自己的一个啦，我们也会顺便把邻居的也推出去。这样昨天参加朋友的婚礼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太久没有帮人家化妆了，一直保持那个 pose 很久，所以我的颈有一点点的酸疼，好像有点拉到。先要跟它排成这样子条状，然后呢才来这样子切丝会比较容易。这是我看 YouTube 这样子做的。真的很好用耶，这招方法你看一下子就切好了。我以前是这样子的，这样子一片一片这样子切下来的，所以刀有时候会滑，又不小心割到你的手。又或者是我以前是很笨，就是拿两片然后切切切切切，再拿两片切切切切切，所以说啊没有知识要常看电视。腌制了差不多有30分钟吧，现在我是要用清水过一下，然后呢再放多一次盐。今天真是状态百出的一天，家里的 blender 坏掉了。我灵机一动，想到我 salon 是有 blender 的，那我就拉现在驾车去 salon 里面找那个 blender 来搅掉那个东西。就是有半粒 onion， 然后半块姜，然后还有一粒 kiwi。你不一定要放 kiwi 的，你是可以放苹果，你是可以放梨，你也可以放 kiwi。是在烹饪上面很有创意的一个人，你也可以放 banana， 你也可以放 avocado， 对不对？没有说一定的吗？你自己创造属于你自己的 recipe 出来。Hello， 又是我，我又换了一套衣服。OK， 我现在呢要干什么呢？就是收些我的衣服，因为在冬天嘛，把那些还没有要穿的衣服呢收起来，那些已经还可以穿的衣服，但是自己本身是已经没有在穿的衣服都卷出去，然后又把一些比较 quality 比较稍微好一点点的，还很新很新的，感觉上可以卖几块钱的衣服放上网卖。可以卖的卖，可以捐的捐，可以给人的给人，就这样子，还更清楚的知道自己什么衣服是穿的，什么衣服不穿的，把这个 wardrobe 给收拾整齐它来。Go away， 你顶到我的镜头啊！厚厚的衣服就给它绣到薄薄的一片，你看到吗 ？Oh my god， 还包过你的 bag。这些就是我的 sleeping bag 啦，这些就是我一些毛衣啦，一些我的 heat tech 的衣服啦，毛衣，一些大外套。
我好厉害呀、啊！我以前我挂这个行李的时候，你知道我需要怎样吗？我需要这样子的，我需要这样子坐着，然后这样子关，这样子关压挤啊压挤啊这样子关的。现在我完全不用哎，轻而易举的就把它关上。我发觉到这几天开始学习怎样做极简的这个问题过后，整个人都好清爽，做起某样事情都好利落，都好方便。我简直不敢相信，这个行李箱原本也是给我装到满的，现在它竟然空出来了，这个也是空的。极简万岁！经过了749个小时。这就是用面粉加一点水煮成那种糊酱，这个是我看一个韩国的 YouTuber 教的。我煮东西呢是没有说啊多少克啊多少 gram 啊，是适量的，看你自己的心情。你想要吃咸一点，你就放多点鱼露咯；你想要吃辣一点，就放多点辣椒粉。我万能的手。然后把 kimchi 这样子挤压挤压，让它里面的空气全部出来。新西兰哦，绝对不是一个你想任性就可以任性的一个地方。为什么我这样讲呢？打个比如，我现在很想吃蛋糕。现在是，迪尔现在是几点啊？8:45。9点都不到。8:45，如果你在马来西亚还是你在其他的国家的话，你可以想说，驾车去哪里买个蛋糕是瓦都没干米的事情。现在很想吃个蛋糕，我可以怎么办呢？除了自己动手做之外，那就是买现成的。在新西兰生活了3年，学到一门求生技能，那就是尽量把你自己的冰箱煮食物的柜子堆到满满，有多满就有多满，尤其是在大冬天。因为新西兰不是一个你想要吃就可以马上买到的东西。我不是早在 PNC 买了这个蛋糕的话，我现在有钱，我有车啊，都没有人卖给你啊。当当当当，不会很甜，只要一个蛋糕，它不是那种甜的好像糖尿病那种蛋糕，我就觉得它合格了的。而且在新西兰这种地方，6块钱你就可以买这么大片的 cake， 你还想要什么？嗯，另外一样东西我要跟大家讲，你知道在这边做久了，你的人会变成什么要求都没有。不管你以前有多 picky 都好啦，到最后呢，你都会变成妥协了，因为你的选择不多。
今天好 windy 啊 ！Oh my god， 我帽子都要飞走了，好冷哦！我六点半就起来了，最近在学习，希望可以六点半起身。我发现到我时间真的是不是很够用，因为我毕竟是有上班嘛，不贪上班，我又不想为了剪片导致到自己太迟睡觉，所以等下我关闹钟先。所以我就是希望我自己可以再早一点起身，然后呢，在早上这个时间呢，安排自己的事情。哦，好冷啊！你们感觉到很大风吗？风大到哦，这个红绿灯在摇哎，听到吗？听到吗 ？Oh my god， 它会不会倒下来？冬天非常适合在家里 steam 这个，不用很久，只需要再蒸一个十分钟就可以了。Oh my god！ 哇，好香！如果你没有像我这样子煮面的话呢，你下面呢可以放一点粉丝一起蒸，超好吃，是吗？我没有看到，没有啊，是没有 focus 到刚才。